宁渊。燕丹，山青引我毁了一次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再次蒙难。我不信你。仙灵给你之前，你要将山境还有叶望川的天兵尽数撤去，并且下旨三界，山境与天界永世不相犯，哪怕是青山崩塌、泉水倒流，亦不起刀割。立刻下旨，否则我亲手毁了他。撤去天兵就可以逃走了，现在左右没有耳目，正好用你们的命来试一试我的乾坤银。替芷溪给你的，我严旦言出必见，有仇必报。婉清，我劝你冷静一些，不离所生死不移，若施咒的人死了的话，任魂剑将会永远插在你的胸口之上，皆是天界众仙之中起疑心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。我今日先杀了你，日后再慢慢对付这个莲花精。日后恐怕你已经来不及了。